咱家周六好看看，今天这太阳真好啊！昨天晚上下了一夜的雨，妈呀！你看这个路面还没有干呢。今天下午我们就到我老公他妹妹家去了，看看我们家欧巴准备的早餐。今天天气可好了，那么舒服热，所以赶紧洗衣服，因为我们家用的是太阳能，这样子的话就省电费了。啊？对，这是糖。我闺女今天要喝咖啡了。你啥没用吗？我没用的，你没看那里头，它用的它能搁在那吗？看我买的这个贝贝南瓜，还有两个，上次买两个吃了一个，然后我又买了一个，备在那里，不然没有了。看看我们家欧巴又在除草。今年的秋天很特别，9月份冷得要死，后来就热了，你看。这个草，你看夏天都要干死了，现在又长得特别好。我赶紧把我家的那个有机的桶弄一下子，那个草啊烂在里头的味儿臭死掉了。我们家他把这个草啊割的草就往这里头一放，当做肥料，他这样挺好的，那咱们随便你，你喜欢弄就弄吧。看看我的花，给大家看看我的菊花长得好漂亮，看，看一看，这么多的花骨朵，这里也是。啊，这底下是大的那种大菊花，拉丝儿的那种菊花，花多的要命呐、啊，全都是花苞，看一看，全都是花苞，哇塞！看，我们现在来到卖小孩衣服的地方，给他妹妹家孩子挑衣服，买的玩具不够，太小了，所以我们挑点衣服去。我们马上要到老公他妹妹家，今天是一个小型的聚会。就家里头人他说的，看我们还有多久，快了，还有9分钟。我老公他妹妹的男朋友家，和我公公家离得很近，是一个村上的，一个村头，一个村尾，好像是村头村尾。我公公家住在镇上面。就是这个村，这个镇中心靠近教堂那里，我们直接去他妹妹家了。两人没结婚，但是他妹妹现在就住在她男朋友家了。看来来来，有狗了，他妹妹家到了。咦，我闺女喜欢狗，她属狗的，这个大狗。那他家这里还有泳池，可以，对。你看，一直到咱们客人他不叫了。嗯，我闺女拍张照片，这个大长腿，那个口水，看那口水。我们来的太早了。他家这边，我在这边看他家的猫在睡觉呢。哎，妈呀！小猫，看两边他家小猫醒了，咔吱，呀。嗯，哎呀，卡子的很，这三门。哟，我们马上开始吃晚饭了，客人要来了。我马上开始吃饭了，今天吃的是小一点。现在我们开始吃晚饭了，今天吃的是小。这是金枪鱼母的吐司面包，还有鸡蛋，是他后妈做的。看看我们大家吃的，这是俄罗斯的饺子配的，小鱼在另外一边。大家原谅我不能配人了，因为他们不喜欢配脸，我只能配这个美女。咦，这饺子。他们是拌着这个吃的，我们是不用的。我们在喝红葡萄酒，看，喝的是这个牌子的红葡萄酒。我老公喜欢喝这个牌子的白葡萄酒。在喝。这孩子干嘛呢？摄像头在这儿，看这儿呀，蛋糕啦，他妹妹呢？啊 ，Sunny， 这是 Sunny， 这是 Sunny， 呀 ，Super， 呀，哦呀，这啊。Alles ist selbst gemacht. Ja, das ist selbst gemacht. Wow, 这看着就好吃。这是我老公他妹妹的婆婆自己做的。他妹妹9月17号生日嘛，
在我闺女前一天，然后她说她的十月十七号，在你前一天嘛，头一天她是十月十七号，我说十月十七号喝白酒了，我老公开车，我帮他喝，喝白酒了。你另外一个走完了，现在10:45，马上到婆婆家去了，明天去到婆婆这里的黑森林找蘑菇，祝大家晚安，滴滴。